大家好，今天我来给大家说说小叶杜鹃的春季养护和施肥。杜鹃花的品种非常的多，我只种植了小叶杜鹃。这里我以小叶杜鹃的种植来和大家说说我的经验。小叶杜鹃是非常耐寒的品种，或者可以说是最耐寒的品种，而且它也比较耐旱，所以在多伦多地区算是比较好养的杜鹃花品种。我们先来说一下杜鹃花的春季施肥。总体来说，因为杜鹃花的根系非常的细，非常的嫩，所以说在施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每次施肥需要少而且淡。如果施肥过多或者过浓，会产生反渗透的作用，伤根而导致植株的叶子发黄干枯。所以说施肥一定要少而淡，频率也一定不要太高，宁愿少施肥也不要施肥多了。记得小时候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也是一种杜鹃，它们可以在非常贫瘠的土地上生长，有时候在石头缝里只有一点点的土，它们也可以生长得很好。当然品种不太一样，但是总体来说，说明杜鹃其实是不需要太多肥料的。早春施肥我会用通用的综合肥料，这个肥料在 Costco 以及花圃都可以买到。按照说明书的用量，通常我还会减半。综合的氮磷钾肥可以促使杜鹃花本身比较强壮，而且后续枝叶萌发也会更好。多伦多地区通常在三月底四月初就可以施肥了，因为杜鹃花的根系非常的小，所以我一般不用缓释肥，而改用水肥或者说是液体肥，这样就更容易吸收。施肥之前有一个星期不要浇水，土地要足够的干燥，使得肥料能够迅速的渗透被吸收。如果土地太潮湿的话，肥料在土壤里头久久的不被吸收，也容易造成烂根。在多伦多地区，四到五月是杜鹃生长发育的盛期，基本上五月开始是杜鹃花的花期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喜欢加一点磷肥为主的液体肥也很不错。理论上讲，还可以一周喷施一次花卉的叶面肥，可以使得杜鹃花多开花，花瓣大而且艳丽。但是通常我都没有这么做，还是不想累着它们吧。杜鹃花的花期也不是很长，多施磷肥确实能够看到既鲜艳又大朵的花，但是催花的结果往往是缩短花期。之前我也和大家说过，任何的花通常我都不会额外加施磷肥来促使它多开花，一季催花看到非常美丽的花，但是植株消耗很大，我觉得那样会对植株的整体健康产生影响，不健康的植株不是我们想看到的，所以我会尽量的顺其自然，适当的时候帮助一下就好。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看法，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就好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花后护理。花后是不是需要马上施肥呢？因为刚开完花消耗了很多养料，但是其实杜鹃花开完以后不急着施肥，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渐渐开始热起来了，夏天是杜鹃花的休眠期，开完花以后可以让它们休息一下，这个时候施肥容易造成肥害，浇水也记住千万不要多了。夏天如果不是特别炎热干旱的天气，一周一到两次就够了。到了秋天是杜鹃花的生长期，这个时候也是它们孕育花朵的时候，所以非常重要的，每15天左右就要施一点薄薄的综合肥，一直到初冬。初冬的时候可以用牛羊粪堆肥来覆盖根部保暖。虽然小叶杜鹃非常的抗寒，但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个人觉得为了保险起见，每年冬季我还是会包裹一下防寒，来保证第二年的开花。但是你这个包裹的时候不要包裹得太早了，因为温暖的时候包裹起来容易第二年有病虫害。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，我的小叶杜鹃如果在冬天没有包裹，第二年肯定是不会开花的。因为虽然它们抗寒，但是其实不抗寒风。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个人这几年种植小叶杜鹃的经验，仅供大家参考吧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